为着培养传统戏曲的青年人才，台北市政府的艺文推广处成立大稻埕青年歌戏团，来延续台湾的歌戏文化。其中成员包括来自外台戏班的职业演员、戏曲学院的科班生等等。除了有专业的先师指导，也结合真侪现代新元素，让歌戏用新的姿态登上舞台。到目前为止，十年的年度演出已经累积了未少的观众支持和肯定。嘛，予传统歌戏行出一条新的路。阮兄弟哦，今仔是客家人进汉字，总办事。啊，是啥物意思啊？总办事啦！有关这个传统戏曲的推广，是我们艺文处的一个重点项目之一。所以当初我们在民国100年啊的8月份，我们成立这个青年团啊，其实就是希望在艺文处哈、啊。在这个传统戏曲的传承跟推广上，能够有一个比较具体的一个展现。大稻埕创立这个青年团，其实，我是歌戏啦，我对伊就感谢。为什么？因为咱真侪学歌戏的囡仔，向向学校毕业的时阵，你讲要去甲外口的剧团来马上对接到，会当去台顶做戏，迄是无可能。我就先听你的招牌。上家做法，上家做法啊！这人要拆招牌啦！无风公道，更加为非作歹，出走风俗。毕业的囡仔啊，拄好借到这个跳台，这一个平台啦，吼！未来伊要跳去剧团这个跳台，伊家伊铺好势，予咱的囡仔伫咧舞台顶有真侪训练的机会。有能力的囡仔，马上去予其他剧团看到，比如讲。唐美云老师剧团，然后徐雅芬老师剧团，那么我们知道的现在线上的明华园剧团，艺兴剧团，其实你去遐看，遐内底拢有阮的囡仔。但是，干那瓦克政府来化解传统戏曲的困境，恐惊是资源有限。政府要成立正式剧团啊，我来讲还是有一些难度了哦。可是我们不希望说，因为有这种难度，我们就放弃这一块是一个很具体的来培育啊，来推广传统戏曲人才。目前各县市里头了啊，很具体的或者很认真的推广传统戏曲这一块啊，其实就特别是政府，就我们艺文推广处在做这个事情，中央文化部哈。国立传统艺术中心他们也有对各彩系的人才培育，他们也有在做一些努力的哈。除了官方的协助，民间的歌戏团也真拍拼，打出传统旧思维，用更加现代化的表演，目的就是要让歌戏有更加多元的发展。
咱的文化更加强，更加强。观众朋友眼光愈来愈高，甲较早的观众朋友完全拢脱离。你目睭买无金嘛？看清楚，恁爷爷当嫌我是查甫的。今麦文化，你要做就出戏出来，你必须爱用尽你脑汁。去创新啦、啊，舞蹈方面嘛是创新啦、啊。他其实，在他那个年代，他虽然本身在做歌戏来讲，可是他已经去香港邵氏电影公司去拍过电影，然后把那边拍武术电影的那一些技巧方式哈、哦，把它带回来到我们台湾的电视歌仔戏里面。像杨丽花歌仔戏很多都是他武术指导的，所以当时他已经走在非常时代的尖端的。嗯啊！发生什么代志？哦，有扭气，扭气，对啊，走起啊！是。那表演的方式跟过去无同款，一心歌戏团也大胆伫咧剧本顶端突破。去年伫咧国家戏剧院演出的《断袖》，跨界多方的专业，更加挑战传统戏剧的禁区。头一摆将同性恋议题用歌戏来表达，同时也正面描写同性之爱。当然，剧本本身做了一些改革之后，一定需要更多的养分，才能让一出戏更加的精彩。所以我们在题材上的一个跨界之外，其实我们也尝试各个不同领域的一些，找一些不同领域的老师精英们来跟我们合作。其实我们都是希望借由各个层面不同的人，然后来让一新的每一年的应该讲创新的作品呢，能够更加的精彩，更加的好看。其实过去的歌戏，伊本来就是一个自由成长的环境，吼、嗯，讲好听是自由去，自由环境啦。但是实际来讲，是野草的精神啦，吼、哦，野草的精神。那么伊过去嘛无啥物叫做扶植团队，嘛无啥物叫做政府要来斗三工演出，拢嘛是演员家己本身剧团家己去拍戏咯。阮一心较敢做啦，从断袖开始，我们。每年都一步一脚印在拓展某感官的新的观众里吧，所以等于观众每年只要看了我们一出戏之后，就会变成我们的固定的一些粉丝班底，就会很期待我们明年要演什么。他们曾经说过一句话，就是说不管你们演什么样惊世骇俗的题材，我们都有办法接受。所以其实他们给我们很大的力量，去尤其是在做创作这一件事情上。2006年成立的李清照私人剧团感伤动作派，以宋朝诗人李清照为名，用自己的方式重新打开当代表演艺术的雅俗新境界。当初就是团长跟我开始在讨论的时候，就说这个音乐的他想要发展的方向，然后他就提到说，哎，我们来加一些不一样的元素，试试看用爵士音乐。因为早期在李清照的剧团里头，他们之前就有做过其他的音乐剧，所以我算是他第一个合作的歌仔戏演员。那在在燕青之前，其实我们还有一出实秀，所以其实我已经跟他培养一些默契。文波安家。来将总空问分明啊！要得过团结金曲奖最佳表演新秀的陈武安，目前是河乐歌戏团的当家小生。伫咧演出《水浒传》第一美男子燕青甲李叔叔迄段哪有哪无的感情关系时，就加入西洋 jazz 的音乐，
让人对歌戏有一个专心的体验。所以当这个作品延伸延伸，然后到现在，然后爵士音乐的加入，我觉得不管是什么元素加入到现在的剧种里头，它都是在当下觉得是创新，但未来它一定是个历史，所以它有一天它也会变成传统。愿情把酒欢上你，望你酒杯变来钱，再相逢。今年也得到美国 Rockefeller 基金会亚洲文化协会年度奖助金，是台湾歌戏界第一个得到这个奖助的演员。对着歌戏的创新，陈武安认为，歌戏一个活的嘛，就是他还在接受新元素，因为他也才很年轻，100多岁而已，所以他其实还在吸收新的东西进来，在这个过程不停的会有新的突破跟尝试。我们不能说什么对歌仔戏最好，什么是最好的，什么是不好的，其实没有，就是有要勇敢的去做一些尝试，让它有新的生命，我觉得是这样。现在集团有这么多，比如说发展有这么多集团，他们在做不一样的所谓歌戏，其实我乐观其成，因为歌戏本来就是一个没有包袱的小孩，他可以自由成长，所以我们也吸收很多其他的技能，所发我们的一些养分，所以歌戏今天在这么大汉。那我对着说歌戏他到底未来他会怎样去发展，或者是说他应该怎样发展，我是感觉不要去限制。其实不是只有歌戏在寻求文化的延续，平平是传统戏剧的京剧也有同样的问题。台湾国家级的京剧代表国光剧团一路走来也一直在开创新的发展。我们用新的思考，用新的主题，用新的论述的方法，带动社会各阶层的朋友来认知，我们要把这些精致的传统艺术留下来，那如何能够吸引年轻观众愿意走到剧场来，怎么样引发他们的兴趣，成为国光从成团开始最大的挑战。秀如梦他讲的是一个老者的80岁的这个郑元和，他还在延续这么一种思念。最近这三年国光剧团也努力展开跨国的合作，去年就跟日本的横滨菱角堂做伙推出《秀如梦》，结合着日本舞踊、沙弥山等等的传统艺人，进行跨国界、跨文化的创作，也让台日双方共同见证两国的艺术交流。反思我们自己的传统，在走过了这么多路以后，如何能够让当代的观众在欣赏作品的同时还能看到清楚的珍贵的传统遗产，在这样的过程里面没有被消解。其实传统戏曲它可以变化更多，只要有科技都能够来辅助我们，因为我们京剧最早时期它就叫乱弹，它什么都可以包含进来。要保存这个戏曲，还是说要让这个戏曲继续流传，它都要靠人嘛。伊唔是讲你迄个弦啊，吊吊几支啊弦啊，伫遐做迄、那个，哦，做算迄、那个，敢若博物馆，迄无可能。因为戏剧就是你就算是要演迄个同传统的，你嘛同款啊，一组人伫遐，一代传一代。啊，从这人的训练真重要。何方妖孽，为何来此？想不到在这还会遇上你们这些最流行的糖精、奶精、瘦肉精呢、啊？说什么弟兄们，给我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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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保存原本的文化面容，也透过各种新元素的加入，予搁较侪民众感受到无同款的传统文化。同时，嘛制造愈侪机会，予人慢慢啊对戏剧产生兴趣。从材料方面，要取材于符合现代人的看法跟生活的观点，或者生命的哲学的符合，然后编演出我们现代人看得懂、听得懂的一种戏曲。啊，我认为适当的创新是应该需要的。当然，相对的现代戏剧来讲，哈，国语有一些，或者是京剧有一些那种也特殊性，啊，因这款物件一定会留着嘛，啊，留着就是讲提供人家那个不断的运用，就讲这是传统物件同主要的种那个价值，就讲你物件保留伫底下，啊，大家来通来用，我民间的我会当用伊去做，比如吴兴国的种那个京剧团，啊，是讲这个别人用京戏的部分去做。做其他的创作元素，这是这方面是较重要。啊，但这方面应该是慢慢来，会越来越好。传统的戏剧，无论是歌戏也是京剧，剧本、音乐、舞台设计，或者是各种的表现方式，拢无搁停伫过去咱对因的印象。为着让传统会使传承，一定艺术工作者遵照着“憨直唔惊落土烂，只求技巧代代传”的在地精神。唔，那开拓出传统艺术的新道路，嘛，让旧文化活出新生命。为透早到暗暝，为过去即马到未来，不管是都市还是庄卡，不管是好天还是歹天。每礼拜五暗时九点到十点，公司台语台台湾技术部记录台湾事，做会拼未来。